大家好，我是崔航，也是达尔文学院的完美少年。想要每周抢先看到精彩剧集吗？请快快加入乐视影视会员吧。都是我做的。对，都是他做的，所有事都是他做的。好，视频是假的，视频里那个男人不是杨校长，是我花钱雇来的。我爸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陷害他？安琪，你本性不坏，我知道。你想帮的那个人，我比你更了解他。他不会领你的情的。没有人指使，都是我一人所为。哟，老大。你说的话我可都录音了。安琪，我要是把录音交给董事会，你很可能就会被开除，你确定不说吗？你们交吧，反正我说了都是我一个人做的。不行，不能说。这还有你什么事儿？你从头到尾承认过是你做的吗？老大，我们明天就去董事会吧。还有一天，我们来得及。别担心，有我在。都是我做的，视频是假的，视频里那个男人不是杨校长，是我花钱雇来的。没想到是安琪哈。两天的时间到了，现在安琪亲口承认，杨校长猥亵的视频是他伪造的。妈，我希望你可以跟董事会商量一下，解除开除杨校长的决议。既然你已经找到证据了，学校就不会开除杨校长。谢谢妈。
disgrace， 它既做名词用，也做动词用。当它做名词用的时候呢，它的意思就是耻辱、丢人、丢脸、丢脸的人、丢脸的事。当它作为动词用的时候，它的意思就是使丢脸。来，我们看这句话 ：The National Airlines is a disgrace. I have disgraced my family's name. 下面哪位同学能够用 disgrace 造个句子？来，任婷婷，你来。Angela has disgraced A class and even the whole Darwin because she framed the principal Yang. 事情还没完全调查清楚，希望大家不要开这样的玩笑。杨毅，我这可是为你出头，你别不识好人心。我是对事不对人，我就是看不惯不知道真相却到处乱说的人而已。当初杨校长被污蔑，就是有你这种人。我希望你长点记性。是他自己承认伪造的视频，这还有假吗？安琪，如果真不是你做的，你让你背后的人站出来啊！我背后没有人，是我一个人做的。好了好了，都坐下。这不是吵架的地方啊，请你们先认真听讲。有什么事儿课后再说。安琪，这黑锅咱不能背啊，你只要把幕后指使说出来，我们就解脱了。不然我们达尔文可怎么混啊？以后别说了。安琪，今天杨毅上课帮你说话，其实我挺意外的。他人其实挺不错的，而且在野外生存的时候还帮过我呢。要不咱们以后别跟他过不去了吧。你软骨头啊，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人家一发糖衣炮弹就忘记捍卫咱们班尊严了。安琪，我找你有事。你以为你英语课上帮我说话，我就会感激你吗？你以为这样你就有资格做我朋友了吗？想都别想。你给脸不要脸啊！我想告诉你，你可要擦亮眼睛了。把女生推出去背锅，像这种渣男，不早点甩了，留着过年吗？考虑到啊，你迟早用得到，我们杨一教呢，贴心给你准备了渣男的100种死法，注意查收哦。如果我用不到，我一定第一时间甩在你的脸上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考大学，你明白吗？干嘛？
哟，你在家呢？哇，今天你好漂亮啊！是吗？你有时间吗？一会儿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那边新开了一家意大利菜，很棒的。今天不行啦，今天我有约了。你又去应酬啊？就不能歇一天吗？不是应酬，是约会。约会？其实就是相亲去。这刘董啊，说这个校董会里边就我一个单身，非让我脱单。你说我这岁数了，还跟那剩女似的被他们逼婚。这刘董真是多管闲事儿。干妈，您是随便什么人都能配得上的吗？这刘董啊，把这对方啊给夸上天去了，说是海归的企业家，身价不菲，幽默风趣，顾家暖男，还比我大几岁，说再合适不过了。干妈，哎，就这些老腊肉，谁能配得上您呢？要我看这样，我去把他们给推了啊！哎，不行，那刘董都给约好了，别辜负人美意，我还是去看看吧。我们走了。你看看，我今天这么打扮，行吗？你一直都很漂亮，嘴真甜。哎，干妈，我拍照送你们去吧。不用，就是上次咱俩吃饭那餐厅，路途太远了，一个多小时，还不知道我几点能回来呢。你忙你的吧啊。好，我走了啊。啊。钥匙别丢了。哎。老大，你说安琪还挺忠诚的，死到临头了还不供出乔杉，看来我们只能找别的突破口了。小姐吗？是，您是赵先生吧？啊，是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初次见面，小姐认识。好，谢谢哈，谢谢。放这儿，放这儿。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真的有点失礼了。周小姐，今天你真的是太漂亮了。周小姐是做哪一行的？我是搞教育的。哦。那个，听说赵先生是搞房地产的，是吗？我就是一大老粗，卖房子。我也有点紧张啊。不知道像周小姐这么美丽自信。哎，又能干的女生，对我感觉怎么样？那个是这样，我吧，还有一个儿子，他20岁了。我觉得怎么着回去，我跟他沟通沟通一下这方面的事儿，好吧？这个呀，理解。我觉得吧，咱们都是有子女的父母了。这生活嘛，还是我们自己的，我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幸福，是吧？这子女的意见，咱们可以忽略不计，是吧？不好意思，先失陪一下啊。
你谁呀？我是周一欧的儿子于一。啊，小于呀、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来是告诉你，以后离我妈远点啊。小于啊，你不要太多的干涉你妈妈的私生活。我发现我跟你妈妈也挺般配的，你妈妈也挺喜欢我的。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记住了，记住了，哼！快！先生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周小姐，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太合适。刚才我好好想了一下，您说的这个关于子女意见的，咱们还真不能忽略。那个，哎，再会，后会有期。哎，不不不，后会无期。哎哎，赵先生，您。我去，乔杉真的喜欢周一欧啊？乔杉就是个变态，他居然去阻止周一欧的相亲。他对周一欧真的是用情不浅呀、啊！天哪，于也太惨了吧！自己的亲妈和自己的发小，如果这个事儿是真的话，于一太惨了，太可怜了。哎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，他要是知道的话。简直会疯掉的，老大。啊，你说我们要不要告诉于一啊？嗯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娘娘，您日理万机，看来今天心情。
陪你吃早饭了。虽然你吃不了，但是可以陪我吃啊。以前我们俩吃早饭，就像上前线一样，争分夺秒的，都没好好吃过一顿。今天你可跑不了了。你好，请问您是患者家属吗？对，我是他女儿。这是你爸住院之前留下的东西，住院之前我们帮你收起来了，现在交给你。谢谢。嗯。保护好抽屉里的电脑，有子晴自杀真相的证据。心情